市长喜欢吗？炸鸡。好，我请丁丁先跟我们市长来打声招呼。市长你好，我是丁丁，我是一位拍摄美食的 YouTuber。听说你吃东西的速度很快，今天想要用炸鸡来跟你 battle 一下。我吃便当很快，吃炸鸡就不一定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炸鸡吗？这是潮炸鸡。潮炸鸡，为什么叫潮炸鸡？因为就他们取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台北潮时尚。好潮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自拍吧。美食当前，手机先吃。现在年轻人都是先拍正事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到底是手机在吃。来，市长，我们看镜头，来个三连拍哦，因为要推广我们台北的潮时尚哦。特别呢，第一带上的潮炸鸡来与我们市长一起来分享。好，再拍一张哦，帅气的。耶、yeah, ！希望呢，我们丁丁可以来特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把他的那个讯息分享到网络上，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世界各地的网红一起拍呢。对，丁丁是不是可以顺便跟他分享一下？希望通过这个活动，邀请世界更多的网红一起吃、一起拍，然后享受美食，行销台北。耶、yeah, ！谢谢丁丁，好为我们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台北市政府正式向世界各地的 IG 网红们宣告 ，Trending Chat30 呢，在合作业者指定的本次餐饮的店家，用我们的便利支付，哇，以上看到这几个哦，来共同支付的话呢，都还有非常多的优惠活动给大家，最高奖项有10,000元哦，总共价值800,000元的奖项，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多多利用。世界走进来。好的，中央镜头开启，要帮我们一个。